听日就要转酒店啦，成日拎住啲行李走嚟走去真系好麻烦。不过好彩咧，我上网揾到一个行李寄送服务，可以帮我哋将啲行李咧寄去另外一间酒店。我而家即刻测试一下。要用呢个服务咧，就要喺24小时之前咧上呢个网站度登记啦，然后咧填写自己嘅个人资料同埋酒店资料，跟住就喺网上面用信用卡付款，咁就得噶啦。行李可以即日送达，可以由机场送去酒店，由酒店送去酒店，或者由酒店送去机场都得噶。服务范围涵盖世界各地，几个香港人嘅旅游热点。东京、大阪、首尔、台北都有服务。收费方面，每件行李15至35美元，第二件和之后每件都有半价。预订了之后呢，你会收到一个 email， 里面会有司机的电话和相。在寄送行李的朝早呢，你就要帮行李拍张照。当你将行李呢寄存在酒店之后，你一定要跟柜台说呢，你是安排了这个行李寄送服务，然后给下司机的电话和资料，他就会帮你安排的了。最后呢，记得要将要了行李的相和寄送的收据呢send给司机，那就可以了。搞定。当啲行李咧送到去目的地酒店嘅时候，你就会收到一个 email 通知你，跟住可以喺柜台影你翻你嘅行李，咁就得噶啦。